98年女生和男朋友第一次从沙县出发到南昌的日常啦。岁月安得沉重，秋风厌倦飘泊，飘来的朋友在什么？你是一个电话，一个早餐起的朋友，在厕所，我日夜随风，也一片片梦。光盘行动。稍微大一点。我点上了两个鸡蛋，这怎么会加入一个鸡蛋？直接变个妆。名字人你不想发太多有何物，壮志凌凌几分愁，知己难逢几人留，挥挥手却无有人回头。